为大家带来的是 PRV 九十分钟耐久赛第五站 ，GTS F150的零路，十个失败片段。首先是这里，在这边压到绿色，一个大横，我横着前进，擦出一阵白烟，居然回正了，但是又转了一圈，最后停在路边，差一点点就可以救回来了。想要横着走不是这么简单。第九名，我出现了，你看这个软 Q 的轮胎，哦，开出赛道，回来的时候在绿色上面，一个旋转，甩了一整圈，转回正面，继续前进。圣修，哇，这个车子是有珠光的，跟这同一个地方华丽的旋转，而且还转回正面，旋转的速度真快，高分高分。第七名，洞边22圈，第一个弯，一样是压到旁边的绿色陷阱。那绿色陷阱真的很恐怖哎，只有轻碰到墙，把车子救回来。第六名。又是我，第一个弯，看起来外片弯了弯了弯了，哦，这个甩尾，这个角度，这个白烟，高分高分，不会都是那个在战场上奔驰的这种，还是开旁边比较好开。第五名。顺修在 S 弯完之后，稍微压到一点草，撞上墙，然后滑到墙壁外。这个撞的不是很大力啊，不过有撞就是比没撞的厉害。哎，又撞了一下。第四名，我又上榜了，后面跟着小潘潘。压到绿色，撞墙，啊，就这样掉了位置。对呀，好像撞得蛮痛的。左边明显擦伤。第三名，又是我。起跑圈呢？哦，起跑圈被雄鸡撞到，挤出赛道，雄鸡在扣分啦！这样好像不算是我得奖，应该算是雄鸡得奖了。一开始就把人家撞出去了。第二名，小潘潘在最后的 S 弯。跟从外面回来的 guard 撞在一起，然后在外面吃土，吃了好长一段才回来。第一名 Alex 准备起跑，第十的位置开始，起跑 ，Alex 一个高速的起跑，这个音效是怎么回事？大直线超级快，一连过了两台车，来到小潘潘后面，上升到第七名，
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小包包有点拉开，在这个连续 S 弯区域，这个神秘的音效还是响个不停。猛烈的加速 ，Alex 跟上了小胖胖。再一个猛烈的加速，来到小胖胖的外侧，并行了，吃草了，吃草了，开太快出去吃草了。好不容易把车救回来，距离小胖胖一段距离。第一圈的汤池湾。神秘音桥再度出现，哦，加速加速，这个听起来不太妙啊，连续的连续的一口气超过小胖胖了，小胖胖把 Alex 撞了出去，拿回第六的位置，前面挂的失控，掉到后面，小胖胖也跟着失控。过完这个减速区段，又来了，又是这个声音。大直线 Alex 一个猛烈的加速，到直线尾已经离小胖胖好长一段距离了。过第一个弯，小胖胖跟上，又再一次加速，小胖胖再一次消失。看来在直线区域 ，Alex 都可以使用加速啊。其实是在玩跑跑卡丁车吧。就已经追上了 J， 又在这边开喷，这次会不会也一样喷出去呢？哦，收敛了一些，再开一个，哇，还是吃到草了，稳得住吗？稳得住吗？再开一个，把车子救了回来。小胖胖挂的夹击超车，结果两个人都出去，只剩下活下来，再一次开启加速器，看这个速度，超级夸张！没有能在直线解决掉这，这稍微有点小失误。到最后一刻，没办法了，再一次加速，大直线，加速器发威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速度，一口气超过这一这么多，
真是太厉害啦，有够快的、啊。看一下，刚刚传来消息说 Alex 违规改装性能，忘记调回去，所以本次比赛失去资格。这应该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失败了吧？特别篇。时候来了一个据他自己所说巴洛克式的食物，特别帮他收录在此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第五站的失败片段。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。FB 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。